今天哎呦，有称号了，全勤好儿童，刚好十二点，哎、欸，对，十二点，我打算十二点要来抽的。他这次有更新火莲雾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哪一把？肉命雷霆，魔法界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靠腰，他是加倍在特殊解的啦，他不是在那个超 A 的啦，哦，欸、可是他六倍，不是啊，我要的六倍是魔法剑六倍啊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中了，反正我就试试看了。他好像也没保底，我先清一下仓库，不然等一下又爆仓。有没有？你看用这个，哦呦，大家就会哎、欸、看到，不知道的一、欸、看到就去订阅了。哎啊，算了啦，我懒了，我真的好懒了。直接开抽了，不管了。你买一百抽？没有，我之前抽新刀，买一百个，我二十个就中了，然后剩下的就剩八十个嘛。然后后面陆陆续续有活动解一解，然后就一直送。哦，我礼物盒里面还有三个，参加活动送的。会不会抽到那个幽冥雷神？不要，拜托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抽一个。嗯，声音调大声一点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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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倍六倍六倍，极道三十天，六倍六倍。哎哎哎，凤凰天破。哎哎哎，妈垃圾，有没有魔法剑？有吗？不是吧？不是一百个都要下去，然后都没中吧？六倍，虽然魔法剑是没六倍啦。妈嘞！我发现我自己抽自己的都会飞走哎、欸，那个要搓一下，可能要搓一下手了。一个在抽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看。有人中吗？这是重点，有人中吗？目前没有人中，真假？目前没有人中火莲雾、哦。对，目前没有人中。开抽了，六倍开完，巩固没有？再抽啊，又再抽了。有人中护风剑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？又不是火莲雾，不是、啊、我。我要的是魔法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主要是要魔法剑、啊，火莲雾我摆其次。他已经抽优质的 啊，我就没有，我没有存优质的、啊。走了吧，拜托啊，拜托拜托，火莲雾、欸，魔法剑魔法剑。哦，我不要滑滚加农啊！来看一下个人仓库。往下拉，好，开抽，红框，收割者，哎，啊，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讲，我家己也想看，这里是多少？三千块吧，哎，哇，可能超 S 才加六倍吧，什么东西啊？二十连抽，直接下。哦，我要火莲雾。啊，去了。我不需要幽冥。会不会中就看这一次了。干！恭喜两个学弟，恭喜！哎，哎呦，哎，我存了一百多个，结果没中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我现在要把礼物盒里的都领出来了，三个。我还有六个超 A。我有三个，抽一抽。
拜托啊，最后一抽了，神圣的一抽，火莲雾或者是魔法剑，我比较想要魔法剑，不奢求火莲雾啊。啊，没了。我会把六个抽一抽好，剩下的。怎么这么烂？太烂了吧？为什么抽不到啊？为什么抽不到啊？欸，3000块就这样没了耶，好扯哦，还没保底。年底赚一波就趁现在，年底被坑一波就趁现在。妈的哩，六倍，我看有没有人中，六倍吗？我是没看到有人中了。有人中吗？优子跟特殊，优子我还有五个，我没有看到有人中火莲雾啊。对啊，欸，我之前40几个 S 没中 ，SS 没中欸，啊，现在哇，都过那么久了，还是不会中欸。一颗莲雾这样加一加，应该也是几万块去了。虽然前面几万块不是我的，我庆，我中了。你中什么？魔法剑，干我屁事！魔法剑老实讲，它比那个莲雾还要好中，但是我也没中。我看上面一整排没有人中火莲雾啊，谁中火莲雾？没人中火莲雾啊！你看这个几率，哎，干，有人中嘞！这个人中嘞，我滑到很上面才有一个人中，这么长一条，他妈就一个人中，不爽了，心情整个就堵烂了，怎么办？来打一场僵尸，现在不是有新图吗？意大利，玩一下吧，对啊，帮大家试试看。他这个几率啊，只能说脸黑就是脸黑啊，就是抽不到啊。我之前44个没中吧，超 S， 哎 SS， 哦43个，一年前的，妈的就没中。